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综艺圈阿 Q 妹。好，阿 Q 妹知道好，因台湾最近的报道，一年四季啊，每个时节就有每个东西好食。故说阿 Q 妹比本台湾一片土地吃个皮皮有冇？好啦，因为台湾一块土地啊，按好按宝贵，故说啊，每个蔬菜就有几件特色的蔬，特色的东西哟、哦。今日阿 Q 妹没有来同大家来收集，不过热天也是寒天，大家就懂好食一种东西。很多咸臭，唔但像人嘅好食，社会咪当好食呢。冇唔错，阿权妹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小结星座关系嘅咸臭哦。细小嘅今日来分享今日来宾系爱丽关系努菲，强势副嘅主音分享小主音你好。阿权妹你好，啊，大家好，我系关系进努菲强势副爱上秀，羡慕大家。好，欢迎注意哦。接下来是云南的一位来宾，是爱丽关系咸臭的农民的代表，欢迎王阿伯。王阿伯你好，新闻太家，太家好。好，王阿伯你好，我都麦个名同太家讲一下。王建汉。好，王阿伯你好，欢迎暗宴哦，对关系来哦。好，今天要同大家来小结关系的咸臭。当当人讲吼，比如讲像吃泡诶，草莓好了，当当人就会想到讲没有哩太腐。太腐，哈。故说，大家蔬菜都有几家特色的农产，关系咩穷用？嘿，关系特色的农产就会咸臭，嘿，错，关系是咸臭。关系做在种下咸臭，种到暗后，种到暗头啊。然后就会讲到一种哈，农人家哈，现在种咸草，其实田球啊，莫是菜园上头，种一些些的个咸草啊。哦。在民国78年的时节了哈，该按照政府的农林厅啊哈，有判一家政策，按照一乡镇一特产啊。一乡镇一特产。嘿，刚农夫呢是上了上衣，唔只要上嘛该好啊，是先到咸草作为俺的农夫的关西镇的特产。啊，这就了开始，啊，我都有组织农民哈去种咸草，就做了开始哈，慢慢种了咸草，种到了二十两年的哈，二十两年，参就了目前的成就啦。哇，二十两年，暗从的时间，不过爱上吼，除了平常时头白就有种到甜笋以外啊，应该讲新竹关西亚的蔬菜，加个反应，加个气候，加个体型，系唔系同呀咸草没有一点关联？错啊，关西有只名的长寿之乡啊，长寿之乡，哎，啊，好山好水啊，哈，伊个环境哈没有工业区污染，所以它的水质啊特别的好，空气美好，然后伊个气候非常的有水充分的水分哈，所以蛮适合种咸臭的天气的气候。故说我想要来问一下阿爸，像遐种咸臭啊，刚他注音有讲，关系个水意动的。故说遐意呀，对呀，咸臭有嘛个蹦出呀？咸臭二是动到水分嘿。水分有咩？二唔是动到呀，欣赏，还个一个气候的关系啦。哦，比讲讲咸臭好种，他注意那按到种个气候的类型。阿爸，个大风雨啊，因为他凉啊。我嘛，该再讲一遍。气候啊，大风雨后雷阵雨啊，哇，黑客与无汉发有吗？你们应该好懂哎，午后雷阵雨哦，超哦，故说咸臭它中医按样的气候，气候，跟温度呢关系？温度因为二三十度、三十两度很多的了，是不？三十两度，故说关系唔单枪呀，气候冻死哈，体型系咪系咪冻死哈？体型嘛，嘿。比中国因关系，关系大部分70%全部会散播地啊，哦，散播地哎，哈巴会打风险，就有阿些哈些哈巴。原来是安尼，
呢，古时候可能关系唔单像气候、体型，还有人物。大家就同样这个咸臭有同等的关联，就度度后，然后咸臭发展变作安尼关系的特色的农产品。古时候啊，没想要来同像王阿伯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种咸臭啊，会懂辛苦么？会懂难么？辛苦是一辛苦，是讲。条虾嘛，细细条虾细，很难种啊。哦，虾细很难种，爱种嘛该照顾，我养嘛该。爱栽养，爱做该处理好，保密养，强养过后养种。强养过后养。小农养种还袂长啊。哦，虾小农的时间当中，哦。古时候爱听讲咸臭黑用很特别哦，因头摆种东西，爱爸爸妈妈种东西就会点个种种啊，就是用扦插，用扦插的方式，用插秧啊，用插秧，比如讲像爱顺风丫头，就拿去剪一剪下来，剪一剪，插落去，剪一剪嘞，就按来插落去，哦，就扦插法，扦插法，就按用种就种的好哎，有一点点像薄荷的感觉，对不对？泡红的按嘞，差不多了，泡红，差不多。甜的香浓，哦，超甜的，没有一些的像。下辈是有拍火的时间，其实有尾种，尾子的，哎，你要北部是没办法，北部的时间气候没供应。种植量去了，哎，用扦插，用扦插的方式，强养过后再拿来做。哦，不过其他些时节，其他些用的时节啦，可以收菇啊。哦，用的收菇比较广。帮错啊，插错啊。哦，帮错，我有虫的，我来什么？虫还少，都蓝天的虫还少，都小暖阳都少，我念有虫，我熬的。其实应该讲咸臭是一种生起来它好种的，它好种的是亲切的东西啊。哦，冬天就种的，种下去它就会生的，没毛毛该虫害，听虫害。哦，不过话，皮咩真生啊，毛毛当时皮啊。嘿，皮咩当生，原来是安呢。不过吼，你看也咸臭，像可能头摆就是野生的咸臭，个品种咩毛毛该特别稀古。不过听讲，伊咪也哈关系发展当好诶，咸臭发展都当好诶。古说没有某可用的品种哦，也哈关系农会啊，用的品种全部在桃园一号，桃园一号，然后桃园区农业改良场，记得哈，经过博士们的研究改良哈，然后传台湾的那个品种，把那品种把它研究出来哈，弄成一个桃园一号唯一最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伊个香气啊、胶质特别好。所以上等的一个仙草，所以说马丁农夫要全部以这个桃园一号作为所有的基本的农民，其中的品种是用了这桃园一号。哎，不过阿曲莫也还有一张问题吼，算了呀，讲仙草要取刚刚讲的台湾的八种品种的，给好的素材，然后给批做这个桃园一号的品种，算了，仙草恩用的工厂是好的，仙草好的仙草，这个特色，这个特色应该要用嘛该？这种特色讲的哈，给仙草要做个胶质，它是干咩？是个仙草冻，哦，个仙草冻哦，最主要是要给胶质很黏嘛。哦，原来是安尼，有胶质，佮它会变成冻啊。啊，原来咸臭佮迄笨蛋就迄冻有胶质的东西，所以才会拿它来做成冻。嘿，唔是讲啊，佮滴个青豆诶嘛，佮化学成分不给变成冻啊，佮本身就有胶质，佮本身就有胶质。嘿，错，那个胶质是一种植物的胶原蛋白。哇，植物的胶原蛋白，糖起来就会冻好冻硬用。冻好冻的东西。哦，不过吼 ，Intel 白啊，去菜市场啊，去看到买咸臭，通常都是买西枣的咸臭干，就像亚，嘿，亚加塔都冻正切耶。哦，古时候没想要来问一下阿爸，你给咸臭啊，长正了以后，割正了以后，我用的来处理，将会变做安尼咸臭干。晒两三米过后要被凿啊！晒两三米，日头晒就做得。日头晒，还过靠天吃饭啦。哦，你咪讲咯，落雨。落雨的时间就要收你袂啊。啊，落雨的时间。要了大风时，你又无家晒啦，农民实在哈艰苦啊。哼，都辛苦。
我说一下，其实关系大部分晒鲜草干，还是用日头来晒。日头晒，哎，日头晒，嘿，晒三面五也是做得着哦。三面晒五也是差不多。做着，嘿。哦，原来是按样哦，你看哦，原来鲜草啊，按看起来是按平常时室内多的鲜草，有按多的红门地地度。故说啊，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还看到关系鲜草的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的，我是中医群阿群妹。今天阿群妹的福气来，我同大家来说个星座关系的闲错，我同大家来分享。刚刚好有请阿爸同大家来说个一下呀，闲错我用的变作闲错讲，我同佮晒三多新年。哦，唔过安尼晒三多新年以后，就做在哪里做的嘿？做到有哈哈识别了，做唔得做，我标一年啦，我标几久？我标有一年啦。哈，好，我标一年。做到哈识吧，标哈多新鲜啦。哦，超超，所以应该讲，鲜草咩？我本记越陈越香，越陈越香。我标一年的时间，嘿，太甜啊！你标越老越好，标十年、半年没就好。大家都没住的，住多是也是它色吧？哦，色毛孔样啊，它色比较色味。哇，古时候呀哈，阿爸娘屋卡应该有标十年的鲜草哦。有，你想呀？有啊。哇塞，给阿爸娘哈，你把我去娘屋卡，是看那天露鲜草。露鲜草毛孔样。哇，露鲜草就是毛孔样哦。我讲到呀。鲜草我标一年啊，又有问题诶。比如讲，像安尼鲜草一朵一朵啊，一捆一捆，嘿，一捆一捆，还在捆呢。哦，一捆一捆，安尼我标一年。长满长枯标啊，长枯标，长枯标，给我 TP 做嘛该？比如说湿度啊，因为像安尼台湾就嘿，它设备蔬菜，古时候可能会发霉啊。标逆流啊，逆流价高，逆流档。医疗大，还有甲高，甲高通风良好的地方是做的。哦，我说按呢，不用一年，晒早不用一年，就变做暗红的呀，先错过。给它胶质啊，香蜜造出来，后熟的一个特性了。不过人家是去到那边呀，我买咸醋干，应该运用的来涂下好，因为其实我看下咸醋干那些好像。同个头白看到个毛马个恐龙呢？系啊，你看鲜草干可能佮长到硬浆哦，知道毛马恐龙。其实哦，只先看个外观，看佮色哈，有浸到水毛，用浸到水个时间哦，佮会黑乌索、黑乌乌，就面皮上系乌黑乌黑哈。按天一点面拿来去劈看了哈，你看鲜草干的香味哦，完全无恐龙，尤其系关系个。关系真的鲜草吼，佮香味啊特别不一样。你用个讲无重要。嘿，其实地刚刚也讲到体力的反应的气候问题哈，它那个水质又特别好，佮种出来的鲜草干哦，佮就佮特别香味都改。哦，古时候应该讲加个香味会冻凉，哦，会冻虫。错，哇，古时候按后品质嘞，星座关系的鲜草，一下就爱来，因为关系农夫冻山忙大病，变成冻到产品，爱同大家来分享。啊，全部今日就爱来显示亚体一比。也是就是泰干泰干买的鲜草茶，鲜草茶泰干的，不说也就是煮好，煮好的干的地度来买，按你差不多爱煮几久啊？鲜草茶，然后喺东海的农夫加工厂哈，日夜爱煮三到四点钟的。大锅炉熬煮出来之后黏汁，好香哦！啊，然后从冲田变成去灌一灌咸臭茶，哇！本本的是要变个本身都是含那好些，有，我有吃到有一些嘞，淡淡的甜。韩国冬牛冬牛的香味，也是寒芒湿落去就按你冰冻的时间，可能就会劈到冬葱冬葱的米西，冬香，哇！古时候按你有泰干泰干卖耶，有没有西干呢？泰干西干就有。就讲平常时太家可能无闲起家煮，假使你不看按呢买一捆进去，起家咪做得煮出来，咪做得按呢米线，我爱花千多时间，三点钟就慢慢
慢慢哭，细步啊，慢慢哭，当作的。哦，刚是讲迄无时间，七家煮就做在买安尼罐装的，对，安尼大颗粒就做得些嘞。还有那个伊嘞咸臭牛蛙。做的某些这个仙草冻呢，它饮食值都好神，而且啊，其实很可以啊，仙草冻，其实它是甜冻的某种，不过它好 Q 哦、喔，很端的感觉，超级端的感觉，超好，是天然的，它的胶质就在上面，好吃哦，好吃，好好吃哦，很 Q 哈，不过感觉 Q 唔咩，那种。像我们吃果冻的那种冻、欸，对，其实 QQ 的、嗯，然后很有弹性。好，嗯，故说按用的冻，Made in Nufi 有卖。嘿，两系列产品是两种的，对，都古早味仙草冻。古早味仙草冻，像其实做小时候吃的古早味仙草冻，是在古时候味道。嘿，哦，故说加第一度就是仙草，加就加个仙草冻。炸一炸的咸臭冻，超好、除了咸臭茶、咸臭冻以外啊，其实按到年来关系，农村的开发的冻冻无可能的产品。故说一下，就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下，这个是茶包。茶包，现在的农夫其实扮演开始做咸臭加工的替代产品，是这两种的。就是很单纯，是老咸臭干哈切断、切碎研磨变成粉末状，做茶包用包方式包起来，直接冲泡就可以，就像茶包一样哎。就像是茶，然后最多会有一些些的甘甘香香的臭的咸臭的米西。嗯，故说要就系本太讲那一种选择啦，因为可能有些人身体的管很可能做唔得生咖啡因。也冇咸臭冇咖啡因，对，故说其实做唔得是茶，故说你讲是个哎，是水又冇物个米西，就做得是呀，对不对？咸臭是最好的选择，茶包。对，除了咸臭的茶包以外呀，这个呢，这个又是什么？非常突破性的一个产品，突破性的产品，它叫吉隆仙草。吉隆仙草一般仙草要煮三点钟，啊，不用冲两种的仙草茶哈，要煮三点钟就还有这么点仙草茶，好不好？然后我们农会呢，编成了这个经过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给开发一家萃取的技术，捞了仙草哈，煮回原汁哈，不用给冷冻干燥研磨成粉末状。直接用冲泡是做的，就直接泡就可以了，滚水泡是做的。冲完要比好奇怪哦，我有喝过吉隆咖啡、吉隆奶茶，那是吉隆仙草粉。对，吉隆仙草粉黑马根，哦，披起了蜜桃，香味十足。对，跟刚刚煮三四点钟的咸臭茶披起了蜜桃黑 Q 浓的，那是萃取技术，然后有改良厂的。专业的一个技术移转，嘿，我用了，我用了，哦，一样好喝哎，对，超，用用好喝哎，而且这个就真的很方便，对对，上班族来说哈，大家忙碌只能用这个吉隆粉是非常方便。可能买要这种罐装的，它还重啊，可是它重啊，哎呦出轨了，带出去啊是带吉隆仙草粉。对，而且这个保存期限也比较久，两年，没清这个哟。对，因为它早哎，早很早，以后感觉保存的期限也比较久。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做的迪布卡 DIY 哎，这个有一包这个仙草吉隆色该不呢？强色该就一样，两烧仙草，吉隆烧仙草，然后它就会加这个粉，里面就有加好嘿，嗯，一包不沉默就马铃薯淀粉。马铃薯淀粉跟这个吉隆的仙草粉，然后还有桶，三种，它用它三合一。故说呀，就按你全部倒到那个粉底度，吃一杯烧烧的烧仙草做的水，加加烧水落去就会变作按你。嘿，甜冻嘞哈，有吗？真的有甜冻嘞，有吗？有冻着哦，烧仙草。这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这你想看个冷天时节啊，泡一只烧烧的烧仙草是好幸福啊！真的，不是出去那边买油吗？还是去那边买油买唔到冻好食嘞？比如讲像阿舅妹爱滴台北上班的时节啦，滴台北根本就买唔到好食嘞，而前冻九张前面都已经好食嘞。你咪唔放心嘛？你给添加香精香料的东西，你咪唔放心嘛？其实那边也有咸臭产品，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有可能会有加香精的？嗯。
可能在商业上，嘿，商业上来考量，基本上讲它成本较大呀，较便宜啊，这种香精是较贵啊。古时候其实行喺日本睇噶，一种观念吼，行喺爱对一个念头、产品的念头来潜，看下产品上来好也唔好。错。哦，韩国有暗有创意，唔单枪有暗豆，这个算是甜品类的。是。不过还有咸的哦，还有咸的呢，呀呀粉，咸臭鸡头，韩国一千油呀，黑马街啊，咸臭鸡头，咸臭鸡头，连鸡也就不用到底加耶。五谷鸡，五肉鸡。哦。哦，古时候咸臭没做得拿来做仙草鸡、咸臭鸡了，是看哪？嗯，颜色都鸡皮，很好吃，好好吃哦。因为鸡啊，其实有鸡皮，那这个油桶仙草的臭味，这种香味。用希望做一只冬板蒸的结合，韩国 Hellboy 最明会有一种回甘回甘的味道。嗯，阿 Q 梦雅吃到冬天福哦，原来广西的咸臭啊，做的有暗豆暗豆的产品，而且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其他的韩卡豆的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哦。大家有真的福气了，我是综艺群阿 Q 妹，今天的节目当中同大家来收集星座关系的咸臭哦。刚刚阿 Q 妹好，不单只是咸臭茶、咸臭冬，还有看到的哇，原来关系浓味暗香，研发出暗度无穷用的产品，本大家仿片，本大家动力片呢，就做在底部卡来说到咸臭茶，也是咸臭冬。韩国不单像安尼啊，还做在拿来做咸的鸡啊，对吧？还有出几十个的这个仙草鸡的鸡。糖哦，规张料理包的方式安尼，方便嘿，解冻是做得的，即时享受。嗯，咱像安尼，其实咸臭还做得拿来做面做半条，根本你冇带来听听。哦，不过其实呀，关西农飞全部就有滴给卖，超农飞有都比较高，关西交流到顺条呢。好，欢迎大家来了。真的，欢迎大家有闲的时间去行行聊聊的哦。唔单只安尼，做在做室内东西，还做在哪里用？嘿嘛，嘿超萌超，真的呀，嘿假的呀，我有看到。做面膜，关西仙草面膜，而且它还可以紧致拉提。做么该咸臭做在哪里做保养品？其实有么该提取的成分都低度嘿。仙草底部度就是讲到糖醛酸，其实非常具有保湿的成分成效在内的，所以讲其实仙草吼，把它萃取的成分放在面膜里面，去做两张面膜。好，做的紧致拉提保湿的面膜都两种的功效。哇，注意应该平常是都有滴个用哦，皮肤都好又胖，对不对？谢谢，谢谢。哦，我们单枪爱的油面膜，还有这个肥皂，嗯，对不对？手工香皂，手工香皂。不过要用我不会怕晒哦，哎，想讲仙草做的应该会不晒啦。你用几个仙草的新鲜的萃取物，嗯，拌进去去做一些，原来是这样，无穷用，做饭无穷用啦。古时候有湿咧，有用咧，有保养品。哦，个青春药就系虽然太假，冬节食到咸臭，你那外面冬后买到咸臭，比如讲可能去菜市场就会看到一大块一大块摆到几片。不过阿 Q 妹爱打扮就会想讲，其实。我早上头六点起，伊要摆到几片；我要十二点起，伊还要摆到几片。古时候应该爱本大家一只观念讲，大家爱食好的东西，应该爱请，比较讲像是有生产履历的。错，安尼农夫吼做俩咸臭的产业啊，不是只有这一年两年，啊，这终于是两年呢。一旦从1978年可以一乡镇一特产呢。回去做，我都老农民哈，结合成一个很好的共战伙伴，认为情感哈，佮都种亲厚亲厚的咸臭，我都老去收购进来。不过我都会搞起用板也食用哈，用买健康的品种，从来桃园一号出嘛哈，是清健康的品种，厚重，对，啊，然后老去搞起用板也食用啊，肥料安全的食用，合理化的施肥啊，然后一共了种了咸臭，用板防是它收成最好。
所以这样的关系真浪费，老记得配合得非常好，老记得收购非常优质的咸臭管肉的农灰，我们存放一年以后才拿来熬煮。因为农灰有一家加工厂哈，1983年成立都近哈，没有20多年的时间，佮每天都熬煮了非常多的仙草干哈，然后佮做到很多的像刚刚介绍的一系列的仙草产品，然后把这个原料把关的非常的严格，再做两种暗号的仙草产品出来。真的，我所以还想要问一下阿爸哈，阿爸唔种仙草吼，按从按季的时间，特别仙草你也得用一用。特别啊，仙草就煮茶吃天天啦，煮茶吃天天，煮了仙草冻一样吃天天，就按用天天。不过也很快，仙草做的变都按到做。只用仙草是挨老个博士讲的呀，一样要研究跟研究一样有个呀。嗯，错啊，这一点老几的。以上的是在老去配合个种仙草嘛，种仙草的时候我来讲，啊博士我来讲，切对油老咖啡用的方法来，让油行下久啊。哇，顾少你看阿爸吼，先见之明哈，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哎，油脂非常多，工作的老仙草油冇去用的卤本，他讲他奉片就做得适当，对不对？安尼对农民。对呀，行走关系整个梯缝的山也被推冲，全部就都有帮助。哦，韩国唐公爷他种仙草，自己有转起耶，转起嘿，然后咩配合政府的政策啦哈，佮去年都两位行走关系进成立叫仙草的专区，农产业专区啦。所以就全省的地方哎，咸草是都了要做一家专业化来生产的基地是超哎哈，我的农夫从时光老平林要用在里哈，开始把它划定为仙草的专区，就了要耕种，从它的水质土壤就开始去把它研究分析成它没有重金属的污染，水质的分析也有没有工业上的那个排放废水污水的一个安全上的检测。后来呢，给它种出来咸臭管，还得每位送去 SGS 检验，安全完全无毒的仙草干，还得再老给收购到农会来加工，就是整个一个仙草专区都在关西镇。我说安尼，应该会有很较多的农民上爱来种仙草，从冇。阿爸，你去甲看有顺风林山咩上讲，哎，今年咩爱来种仙草？爱种遐，爱种是今年还是年老化，老化了，我较无闲来种。啊，又要农会又要推广，有咩一只艰苦的方法？我说有可能有其他方式做得来。其他方式，你看你做用机器化，有咩行唔得啦？全部用人工，用人工啊，人工采收，哎，人工啊，防臭嘛，千多，防臭个对哇，千多些啊，千多些，迷迷茫茫啦，咪讲一下子讲，哎 ，OK， 无按简单，我们首先还有，别洗水，别洗毛啊，还洗毛有遐简单，用机器做的，种仙草用机器行唔得啦。你看你要个台路旁边种仙草，唔养机器养落得啦。嗯，不过亚哈种太阳梅很流行，就是青农回乡，关系嘿嘿咩上爱来朝这个目标来发展。有鼓励，有辅导量，都六十个青年农民有。亚哈基金有四十、五十，都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有啊。慢慢的开始，现在有5-6位投入了。有哦。不过青年农民同台湾传统的方式，我有一些些的冇可用的种的方式冇。有，给他谈讲啊，对啊。牧民刚好就做给这个方式啦哈，给他强眼的哦，给滴用科学的方法，给位老听从专家的建议，还给个用白用嘛个肥料哈，啊用用白盐水质用用来。种苗给他干事，他很死了钱呐。对，了了就对农民吼，给他上欠吼，给他都像买了怕除草要抑草时，该一得可能加钱，记得唔罕得买了在农业资材啦。哈，强眼农民他很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
过俺想呀哈，就是这个王阿伯人家 TV 就喊卡重要了，因为唔定你要老人家传统跳白中贤出来，给着智慧，给着经验，传承本还有上个农民，也系其他的农民，本安尼新竹关系的贤厝发展都喊卡好本，太阳做的事都喊卡多贤厝的产品哦。古时候谈讲吼，今年都年代的时间，还有呀新竹的农产品的一只加研发的发通。错，然后一旦吼你说十几年来哈，俺农会关系进入办个闲草节来活动哈，然后慢慢十几年来哈，俺都是把它转化提升成关系进入个农业嘉年华会哦，唔单单闲草了，还有多年头有柑橘啊哈，草莓啊哈。好，我的县关西镇叫青岛的农业哈，琼哈来做一家农业嘉年华会一个方式来。那今年呢，都12月2号、3号，我的关西会办俩是俩农业嘉年华会，有办一家农庄客家庄的轻旅行。哇！欢迎大家哈，都是来两位客家庄来行行的来了。希望到时间很多的来福气来宣传一下哈。多谢。不是哦，今晚有什么小注意，什么王阿爸来到节目。谢谢。